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龄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是关于 Google Ads 和 Facebook Ads， 可以理解为 Google 等于 Pull， Facebook 等于 Push， Pull 有拉的意思，但是 Push 就有推的意味了，把广告推送到用户的面前。Facebook 的目标是广泛的受众，所以最终我觉得两个都是不错的选择，大家都可以考虑使用。上与国网搜索跨境资料库，领取欧美东南亚各国市场商机、各大平台热销品报告、跨境电商营销白皮书。